直收睇《逢星人》嘅集，今集又玩啲新意啲嘅啦。咁见你见大家十个出咗，我哋玩超人依靠住真實賽車，又唔係可能。
快噶啦。早前做先行咧，十幾家，揀八個車手咁樣就喺。
都係體足咧，就真係嘥心機。但你可以睇，即係呢個即係類似電視直播嗰度睇八格車比賽咧，嗰陣時即係屋企睇呢啲咁嘅，即係大安立放車啊。但係如果你話成廿幾、十幾廿格。